群晖级空间，安装 Cloud Explorer 并进行远程访问。 Cloud Explorer 是一款很像 Windows 的资源文件管理器，里面有很多插件和软件，用来看视频、编辑文档等都很方便。首先打开 Docker 搜索 BioTrip Cloud Explorer， 下载后双击打开，来到文件路径，在 Docker 路径下新建一个 Cloud， 装载路径为 Cloud， 来到端口目录填写本地端口8883，容器端口80，然后点应用，新建一个网页，打开链接 ，http 自己及空间的 AP8883， 就可以打开 Cloud Explorer 了。接下来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把端口转发到公网上了。不会的小伙伴可以看我之前的教程，闪酷免费送的 EM 带宽，大家根据自己需求看够不够用，也可以自己酌情选择其他穿透方式，只不过内网端口改为8883，然后新打开一个网页并粘贴打开，复制好的域名，进去就完成了。